你是我见过用五外招摇撞骗的人里吧，混得最差的。这不叫骗，这叫局。你懂什么是古董吗？古董这件事，你不一定有我擅长。既然有描金蒜头瓶，老这么蹭，金会飞走。高级赝品，宋代胡天瑶剃花斗笠盏，器型青铜。乾隆青花，云龙文卷缸。乾隆既然有胆瓶，宽带卷形罐，赤壁图，真品仿的。就这么情况，全对。干嘛呢你？找宝贝。真木啊。别打了！杀他！古曼也好，老朝奉也罢，我来就是要结束这一切。人活在世上，谁没个坎儿？手法八代单传，不咋地呀，还没传到我这儿。